转载自百将号，作者体育疯子。继北京时间9月13日，韩国体育部长窦忠焕表示，希望能够联合中国、朝鲜、日本申办2030年世界杯。据悉，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听闻中国有意向申办世界杯，因此希望通过联合申办的方式保持邻国之间的友谊。此前韩国方面就曾多次传出消息，想要和中国联合申办世界杯、奥运会等大赛。在近年来这些大赛的支出和收入比越来越低的情况下，缩减成本是联合申办的重要原因，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韩国总是想拉上我们了。提起韩国申办世界杯，不得不提的就是2002年世界杯。那届世界杯可谓是历史上最为丑陋的世界杯，东道主韩国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好成绩，在小组赛面对葡萄牙以及淘汰赛面对意大利和韩国的比赛中，裁判都明显偏袒东道主，最终韩国依靠裁判的帮助杀入了世界杯四强。彼时的国际足联副主席韩国人郑孟准在多年以后也公开了当时买通裁判的事实，而平昌冬奥会出现的种种误判更是让人怀疑韩国作为东道主的公正性。对于国足来说，在低迷之下若是能通过承办世界杯进入决赛圈，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以国足目前的实力，在2022年以及2026年想要杀入世界杯决赛圈还是非常困难的。举办世界杯对于振兴中国足球、提升国民的足球热情也是大有裨益。即便真的如韩国人希望的那样，中日韩朝四国联手申办世界杯，竞争对手也依然非常强大。乌拉圭和阿根廷此前已经宣布想要联手申办2030年世界杯，最终鹿死谁手还真的不好说。